蜜，嗯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啥？就是我们去年拍视频他扣的税的钱哦，啊，现在又退给我们了。是吗？对，你明白这个退税这个意思吗？没有明白。就是不是我们拍视频挣的钱，他系统给我们打的时候，他会扣掉一部分，那个他又算是扣税扣掉了，他现在又把扣掉的又给我们了。为什么？这个是国家的一个福利。一个政就是一个好的政策。你军哥有这么好吗？有，真的退了。我刚用手机查了一下，已经钱都到账了。来，我看。给你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一个个人所得税的一个 APP， 然后我现在这个已经登录好了啊。嗯。现在我们进入，我要查询，点进去看一下，就在这里面。然后这个申报查询，点一下。进来已完成，这个看一下出来了啊，看这个是2021年1月份到2021年12月份，嗯，然后总共退的是2349，其实我们可以退3000多块的，哦，但是有1000多块是它是归纳到2022年了，哦，所以我们真实到账它只有2000多，嗯，然后这个钱它已经完成了，我刚查了一下，它也已经到账了，已经倒入我们的账户了都，嗯。能退这么一点了就不错了。怎么样，开不开心？哇，都高兴成这样了吗？好开心。是不是无缘无故多出来2000多块钱，特别开心哦。很开心啊，嗯，上班也可以拿到钱啊。嗯，这个是国家的一个政策，对我们这就是怎么说，就是交税的这一种，他给你一个这个，就是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会给我们退，但是我是看别人的视频，人家说是可以退税了，太好了啊，所以我去也去跟着学了一下，也能退到，啊，也挺好，也特别开心，哦，对，很不错了，对，虽然不多，但是也很不错，嗯，也很不错了，因为人家如果国家不给你退，你一分也没有，是，嗯，刚刚看了一下那个玛丽和弟他们，你知道他们退了多少吗？他们退了10000多，因为你退的越多哦，就证明你去年挣的钱越多。哦。嗯，我们退的少，说明我们去年挣的少，知道吧？所以以后我们还要就是向他们学习，向人家挣的多、退的多那些人学习，是不是？军哥挣太好了吧？哇，军哥挣的太好了，我们那个钱扣了，还要给我们退过来。太好了，特别开心，我每天能拍一个视频给大家看，我也特别很开心了，我想不到拍视频还能挣到钱，我特别开心，作为一个外国人能拍视频能挣到钱特别开心。视频最后我要感谢中国所有我的粉丝朋友们，感谢你们看我的视频，喜欢我，希望大家一直喜欢我，看我们的视频，好，拜拜啦。